们香料是从哪家寄回来的？你们是哪里的呀？云南的。云南怒江的。哪里？就听那小粉听多了吧。啊，什么妹妹出走了是吗？啊，为爱来。我们只买土豆。你们只买土豆？啥土豆啊？南洋土豆。南洋土豆，麻辣的。对，麻辣的。啊，多少钱一份啊？6块钱。你们这跟起来还不一样，人家都叫老鸭土豆，你们是？我们只买土豆，第一眼看起来还挺吸引人的。热心一点，要辣一点啊？辣一点。我们香料是从老家寄回来的。你们是哪里的呀？云南的，云南昭通的。就是纯粹来摆摊的吗？对，摆摊。啊，这个美女送走了是吗？那以后人家美女嫁到云南，你可要对人家好点啊。嗯，那你看现在洗衣做饭都先，洗衣的做饭都先做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到时候剪了。你也上学是吗？对。哦。你不是学生吗？我不是。啊，那你怎么认识我河南美女了呀？脸皮厚呗。人家长得漂亮，然后直接给我就行。嗯。给我拍一下。6元一份的狼牙土豆。但是老板的名字很个性啊，叫我们只卖土豆。那个男老板是那个云南的，那个女老板是我们河南的。哇哇，好吃。那个老板说他这料都是从云南那边发过来的。啊，这个味儿确实不错呀。嗯，6块钱一份。他给我放辣椒也不少，但是不是那种齁辣的，好吃。这是什么肉？哦，